电篮冠军，干，我觉得他们应该抖内一下我哎，他们拿那么多奖金不抖内一下我，这也太不合理了吧？干，怎么对面是风堂啊？白痴！我靠，没有死哎，其实风堂也还好吧，这就是 LMS 冠军的实力吗？感觉也没有说真的很强啊，风堂会不会飞我？这个人很爱记仇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他稍微有看我台，然后看我一直嘴炮他，我跟你说，风狼打到这种场，他会说他要去分推，然后不打的。开杀！抓到一堂成功挑战 LMS 冠军中路 MVP， 早就叫他跟我双排了，他不跟我排，怎么赢我啊？我跟他讲话的话，我就不太回你们了，我先这样讲。是你们要我跟他通话的，是你们哦，这是你们要求，我什么都照你们的要求。喂，有声音吗？啊？我请客。哎，为什么你们不抖内我，只是叫我请客啊？也太浮夸了吧！你有抖内我吗？我抖内你五块，好不好？妈的！我每次回去就请一次，要破产的啦！赚这么多，但是是，我赚的没有你们多，好吗？你知道原本你要来打吗？我要来打。不知道。打什么？这个 MSI 啊。吃死我！他妈这么久没打LOL。因为卢宇宏的签证到总经理才办到过。真的假的？你是没有动了吗？这是啥小啊？白痴哦！干！你不要这么巴德了，拜托！哇、哦！干这么会鸟，真的假的？哎呦！白痴啊！他都不敢用他本多中正那个叫，因为太羞耻了，超丢脸的。出卖本多中正！你拿到第一天就小氪了6000，白痴哦！你去把卡给你妈哦，我都不敢拿卡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完全不敢想象我自己有信用卡的情况是怎样，你知道吗？我完全不会想要信用卡，因为我知道我有信用卡，我一定很惨，所以我真的要钱的话，我会跟我妈。你认为卡口口会把奖金交给我做理财投资吗？他把他奖金给我，我直接一天就把它花光。I can understand what you say and speak, but I cannot read or write. OK. 所以我还是可以讲中文嘛？他听得懂我讲中文吗？那也还好。Hello, English is so good. Yeah, you are my friend. Yo,